Holy shit. Double kill. 嘿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老朋友双恩，今天带来的是蓝的全新造型，这也是一个抽奖的造型。关于怎么抽呢，我们只是一直用一抽一抽，花了大概五六百点左右，运气算不错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蓝这个英雄哦。右上角是我们出装 ROE， 然后是我们核心魔纹。首先呢，魔防鞋跟恶魔微笑这两个装备呢是必备的哦。不管你要玩攻击流还是冷却流还是什么流派，魔防鞋跟恶魔微笑呢对蓝来说有最大的效益。蓝的技能呢有很大的覆盖范围，但是它的距离并不会很长，很容易呢被敌方控制控到。如果没有魔防鞋的话呢，会被敌方一套直接带走哦，连大招都别想开。蓝的手呢很广，覆盖很大，可是并不长。那这边先救救我们的影咒哦，打水火交加。那使用大招能够我们的技能不停的补血，帮影咒呢救回来。最后呢，敌方的魔斗士先倒下，而他们打戏也是残血。影咒这波够得不错，救援距离，带我敌方打戏，运敌方猴子，然后连着他，这边呢一直贴着猴子哦，不停的帮我们队友补血，还有还着猴子，一并击杀敌方悟空。这波没有六个参团，几乎百分百啊。那我们贴着猴子呢，是为了让猴子攻击到我们，他的普攻而不是影咒。很有可能呢，猴子的设定是攻击最近的单位，而且就算他设定血量最低值，刚刚营咒离他有点距离哦，而我是贴着他的，他的普攻呢会敲到我身上。魔纹的话呢，我们建议带神圣守护，不建议呢你带攻击型的魔纹哦，不管是死亡诅咒还是万钧圣雷，主要呢是那些魔纹的冷却时间太过长，对蓝来说呢是没什么效益的。蓝人打架的时候是完全不缺伤害，只要恶魔微笑出来呢，我们的伤害一定会有哦。反正呢，神圣守护这个护盾魔纹呢所提供的护盾跟吸血，对我们来说还是真正有效益的。一个团战里面呢，我们可以一直吸，一直吸。那蓝呢，首先大家觉得他很弱的原因，就是他清兵速度非常慢。所以啊，你要记得，你玩蓝的时候啊，清兵速度一定要快，不管是利用队友还是防御条帮助都好，清兵的速度呢一定要快哦。我们拥有非常强大的支援能力。如果啊打架的时候我们却被兵线绑住，没法去支援的话，那就浪费了我们的技能组了。那所以呢，玩的好蓝的第一个最重要关键就是清兵速度要快。其实蓝呢，清兵虽然比很多法师慢，但也没有慢到哪里去哦。将我们的一技能呢覆盖到三只小兵，然后加上普攻，勤奋一点普攻呢还是可以快速清掉的。前期呢，你可以出小法球之后只上恶魔微笑，也可以呢买大法球。我个人呢更喜欢大法球一点，不管是魔攻血量还是冷却时间，全部都是我们要的属性。那这边即将打团，我们用大招躲过一点伤害，还有帮队友把血量补回来。这样使用我们灵霜宝珠躲过大西大招，这边我们每倒下敌方倒两人，马上倒第三人，是一波相当漂亮的零换三。那蓝的打团非常的强悍呢，尤其是呢我们买出恶魔微笑之后，这边凡恩倒下，可是敌方悟空也倒。一换四金钻，而且呢我们还有十个参团，相当的高。恶魔微笑之后呢，我们会补巫妖王冠，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整体魔攻。魔攻高啊，我们所有伤害都会提升，包括我们的补血量、治愈量。之后呢，我们才出密咒之刃。我觉得密咒之刃反而没那么重要，虽然呢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单体伤害，但是啊，谁需要单体伤害？玩蓝呢非常非常吵的时候会出现那种我们去单杀敌方，通常都是团战的时候我们才是最耀眼的。这边我们释放了影咒，冲了出去呢抓敌方打戏，继续保护我们的影咒。玩蓝记得哦，我们的伤害呢大概只有100分是满分的话，我们的伤害可能只占30-40%，而我们最亮眼的地方呢是我们的空场，可以全程的把敌方缓速着，然后一直的消耗。同时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大范围的晕眩。直到现在，我们的恶魔微笑还没买出来，敌方已经烦到不行。当然，想象呢，有了恶魔微笑之后会多舒服。有了恶魔微笑，不管他们是坦克还是射手，大家一样都很痛，非常的公平。那清兵就是我们说的将清，一技能的覆盖到所有的小兵，反正也只有三只嘛，
然后不停的扑攻。那最冷门的清兵会比达尔西慢，可是呢没有慢多少，我们也是可以马上抵达支援。然后这边来救一救青蛙，敌方为了救青蛙呢交了很多技能，跟着输大招命中就补个一技能，保险起见我们追深一点哦。这呢顺便把敌方的达尔西打残，赢之后还把他收了。这波我们再添三个参团率，中路收拾我们的小兵。记得万一呢你的打野很爱洗兵，一直来中路洗你的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我们要在现场呢分享到经验值跟金钱就好了，反正呢我们真正需要的装备就只有恶魔微笑，其他件装备呢只要我们不停的支援队友们，有了参团率呢自然而然就会有装备。我们刚说完荷兰的第一个关键是要最快的速度把兵线清掉，第二个关键呢要把自己的参团率保持全队最高，甚至要比辅助更高哦。那兰德拿到参团率非常简单哦，我们一技能二技能都是超大范围，而我们是中路呢，中路就在地图的中心，所以我们要盯着小地图看我们打野在哪里，哪边有需要打呢马上跟团战手啊。记得我们不能是敌方集合的那一个，如果敌方集合我们呢要想办法拉开，真的不行的话呢就叫大招。说到这呢，这就是魔方鞋好用的地方，有魔方鞋啊不幸被空刀还可以开大进入无敌补血，如果你出冷却鞋还是魔穿鞋呢，基本上击飞之后就不用下来，直接死掉了，狼还挺脆皮的。打团的时候我们要一直跟敌方风筝住，保持一个最佳距离，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进，反正呢我们要在战场的某个角落一直的喷他们，还有呢不能够成为集合的目标，当然呢不能够被射手直接射到了。如果啊我们要跟敌方射手接触的话，那就是我们的二技能的晕眩接触他，把他晕住呢通常晕到就可以直接带走了。我们二一技能加上被动可以打到敌方射手一半血以上，有时候甚至六七成。这边团战再一触即发，那这我们所说的保持在一个安全的距离，不可以太近也不可以太远，不停的喷之后一套打下来呢，目前 OK 一换三那是有赚的。我们也特认了两个人投跟一个助攻，然后找到地方猴子还有沙尼，我们没打算让他走哦，注意到吗？刚刚满血的沙尼瞬间死掉哦。这是恶魔微笑的厉害哦，你可以把你恶魔微笑人改成暴烈法杖试看看会怎样，你会发现沙尼完全不扣血哦。那还有一个小贴士呢，玩蓝前期尤其是非常前期的四等前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走位，毕竟前面我们很脆弱，不小心就会死掉。 OK 这边敌方猴子的 buff 有点高哦，我们有点低估他伤害，所以没有开大招，没想到等我们想开的时候呢已经被他敲死了。这边我们蓝多身上有一个蓝，我们拿剩下的第二个然后准备进攻。前期我们可能有点弱，可是中后期呢包括团战就是我们蓝的舞台，其实只要有团战呢就是我们的天下，这边谁靠近我们就消耗谁。那敌方全是满血，我们最喜欢就是消耗满血的队友，哎不是满血的敌人。那基本上他们只要在我们的范围内呢被碰到就会很不舒服，自己秒掉这个猴子开给我们大招，然后是沙尼，沙尼也别想活，一并带走跟上去，靠敌方所有人身上呢都有紫色的火焰，那就是舒服哦。那最后呢吹敌方的主堡结束战游戏。这场啊我们对的瀛洲确实玩得不错，可是刚刚我们在下路呢被猴子多杀一次，如果没死那一次呢 MVP 就是我们的。那当然呢瀛洲真的玩得不错，我们温习一下蓝玩的好的关键。第一点呢清兵速度要非常非常的快，第二点呢要保持我们的参团率哦，一定要很高，不是最高呢也要第二名哦，毕竟中路呢是最好资源的路线。以上是我带来的影片，希望别忘记按赞订阅打开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